大家好，朋友们，今天是4月26号，周一啊。祝大家啊，新的一周快乐、健康、平安、顺遂啊。现在是西班牙的时间啊，上午的10点20分啊。这个给大家聊一个话题哈，这个前两天啊，我这不是我说我认识吉林九台的。至少认识三位啊，一个当地的李老师，地理老师啊，他是政协委员，他外孙女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表演课的表演系吧，啊，一个老师叫刘天池，然后刘天池的老公呢是祖峰，演那个孙红雷、姚晨的那个《潜伏》那个谍战电视剧的那个李涯李队长啊，这个中统啊，军统局啊，保密局。这个天津站的李涯李队长啊，一个特务队长啊，还有一个在这个奥运村鸟巢水立方这边，这个开纪念品商店的，还有一个在北京开房地产中介的啊，这二位都姓王啊。然后有人给我留言了哈，我给大家聊一聊啊。他说：“你好，北京侃爷，前些日子听了你讲。”吉林九台人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我一个铁哥们儿跟我讲起了他跟一个九台女人的一段奇遇，就算是写成电影剧本儿也不为过啊。16、17年前啊，那就是04年、05年左右啊，我这个哥们儿在长春有业务，常住在那里。结果在一家按摩店认识了一个叫江某某的啊，这个不说他的全名了啊，江某某就是这个姜子牙的姜啊，不是江泽民的江，江某某的啊，YLYP 啊，江 YP，江某某的按摩女。啊，那个姜姓的按摩女啊，在我那哥们儿眼里看来很清纯、懂事儿又乖巧，鬼使神差的，居然把她带回了唐山啊！这哥们儿是唐山的啊。后来不知怎么的，我这哥们儿离了婚，娶了这个按摩女。嗨，你别说，你这哥们儿做生意了，警察，我知道的北京的警察。在查办这个卖淫嫖娼还有吸毒的过程中，就把他曾经抓过的一个吸毒的一个女的，可能也卖淫，也给娶了。所以这人呀，有的时候就鬼迷心窍，鬼使神差，精虫上脑，是吧？这种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啊，也其实挺多的啊。还把这女的按摩的给娶了，这只是个开始。我这哥们儿呢，因为有生意上的纠纷，跟本地一家大型的国企打起了官司。打官司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这个已经成为他媳妇儿的江某某，对官司很上心，还拜了一个比较有名的老律师为师。学起了法律，后来我的哥们儿干脆把这个官司全权委托给这个江姓的吉林九台的女人，跟国企的官司持续了几年之后，实在太花钱又牵扯精力，后来跟对方达成协商和解了，没有达到当初想让对方赔偿几百万的。这个目的，你跟国企打官司，你是个私企，你想赢那很难。这时候，这个九台女人就露出了真实的面目。嗨，反正我说了，刚才我不是说三个九台人吗？那个做那个房地产中介那个吉林九台的，他们家兄弟姐妹好几个都在北京，最多的时候开了十几家店。其中有一个那个姐妹吧，啊，好像不姓王啊，是姓 J，杰克的杰啊，姓这个姓 J，啊，然后
那个其中一个女的就是第三者插足，就是跟一个北京的比较有钱的啊做这个投资生意的一个男的，他年轻啊，那个人有原配的夫人吧，后来给人家给搅和黄了啊，这个后来他就上位了，他跟人家结婚了啊，没有孩子，他们没有孩子啊，完了这个比那个男的年轻至少十几岁吧，那个北京的男的离我们家住的不远，就住在黄四大街那条街上啊，好吧，再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啊，其实我是很了解情况的。啊，说这个女九台女人就露出了真实的面目啊，在为我这个朋友打官司的几年当中，这个女人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她对唐山路北区法院还有唐山市中级法院高层的渗透，利用嘴甜和美色，她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啊，过去咱们说的说服是说服啊，现在的睡是睡觉的睡啊，他已经成功的说服了好几个庭长，甚至时任唐山中院的叫什么陈永礼啊，陈永礼陈某某啊，一个副院长，在这个过程中我这哥们儿也有了一些觉察，这个女人开始经常的抽烟酗酒夜不归宿啊，你自己的媳妇儿晚上不回家睡觉了，那这还能接受吗？外面传来了很多绯闻，江湖传说你被绿了，你戴绿帽子了。哎，我这个哥们儿选择跟这个女人离了婚，但离婚不到两年，突然有一天，我这个朋友接到了法院的诉状，离婚时我这个朋友为了痛快已经选择了净身出户，把两套房产、车辆和名下的财产全给了这个九台女人。不过他要说到这儿，是吧？如果你没有过错，他给你戴绿帽子，你没有过错，你为什么要净身出户呢？这个从逻辑上，是吧？说不通啊，对吧？然后呢，离婚快两年啊，然后离婚不到两年，本来都给了这个吉林女人了，但是突然这个女的啊到法院把她告了啊，但这个诉状上却写着我这朋友欠这个江姓的吉林九台女人200多万，白纸黑字的欠条上面还有我这朋友的签字和指纹，我这哥们儿当时就懵了，打起官司之后经法院鉴定，这签字和指纹真是这哥们儿的。他后来回想起当时委托时任他妻子的这个九台女人作为全权法律顾问时，签署了很多空白的授权书和一堆不知是什么的法律文书，但他不记得有这么个欠条，他想应该这个欠条就是被混入其中稀里糊涂被签字摁手印的。我这哥们儿当然败诉了。你现在你比如说你要卖房子啊，你委托中介复印你的身份证，你都得写上这个此复印件仅用于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之用，是吧？或者你复印你们家的房产证啊，你的户口本，你任何东西都要写上，包括你给别人比如说写的欠条啊，写的证明啊，包括很多协议你都要写上以下空白，对吧？你不写上以下空白，你签字的内容你下边签上字了，中间空白的地儿人家给你添点东西啊。你这个朋友也是太大意了，没有法律常识啊，是吧？我这哥们儿当然败诉了，被法院贱卖执行走，就是给拍卖了啊，他离婚后买的唯一的一套房产，这个市场价200多万，被故意操作三次流拍之后以80万元成交。200多万的房子80万，相当于给打了个三折才。
四折吧，四折啊，差不多。现在我这哥们儿还欠着这个女人的钱，啊，如果是真的话，那真是蛇蝎心肠哈，也上了征信的黑名单，飞机高铁坐不成不说，连生意也做不了了，直接破产了。你认为这就离奇了吗？不，还有呢。他娶了这个女人之后，两年都没有怀孕，但我这哥们儿跟前妻却有一个女儿和儿子。那看起来这男的有生育能力啊，不是不孕不育啊，对吧？啊，这个江某某呢，却拉着我这哥们儿去了唐山市妇幼医院做精子鉴定。做完精子检查没多久，这个女人居然怀孕了。后来我这哥们儿回想当时，哪儿是做什么精子检查呀？搞不好是被做试管了。这段我就不懂啊，什么叫搞成这个了？不懂，不明白啊。我这哥们儿非常生气，一度想去做亲子鉴定，他非常怀疑这个儿子根本就不是他亲生的，但周围的人一再劝他说大人的事儿不要伤到孩子，我这哥们儿也就忍住了。现在我听说，现在这个吉林九台的这个江某某啊，在唐山这个法院圈子里边非常有名，利用跟一些这个法院领导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出面处置很多疑难案件，从中捞取大量的外快，混得风生水起啊。这种事儿有，法院他也需要中介啊，然后有人替他们摆平一些案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吧？我对这哥们儿说，本来想早晚有一天会找一个人，这个把他这个故事完完整整写出来，写个剧本啊，弄好了还能卖点钱，嗯，好继续还这个九台啊江某某这个女人的债。这个吉林九台啊出人才，我常听老哥这个栏目，感觉北京老哥既有正义感又善于讲故事。征得了我这个哥们的意见之后，我把他这个故事告诉了北京老哥，他说的是我啊，也算是让老哥帮他伸冤出气吧。最近正好政法系统在搞内部的整肃运动，我这哥们呢想给递刀啊，务必请侃爷在节目中讲到这个故事啊。好吧，没问题，您的故事讲完了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真是够坏的啊，这就是一个类似于美女蛇啊，蛇蝎心肠啊。不过呢，您这个朋友，您说您找个媳妇儿哈，就是说怎么能上什么上这种叫什么按摩店哈？那您这朋友是不是也是寻求某种快感、某种刺激，是吧？那种场合您想想能有良家妇女吗？啊，说看着啊，说您这朋友看着怎么着，说很清纯、很懂事还乖巧，那只是个伪装。那在那个地方混的，如果他有真情实意，那中国人不有这么句话吗？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啊，是吧？我觉得您这个朋友也是被，估计肯定是比他前妻年轻漂亮，是吧？因为东北的女人确实长得好看啊，个子大，个子高，白净，五官好看啊。东北我常去，我记得那会儿我在东北，在辽宁打听道，就是我开着车不认识路嘛，我去收大米，开着我的那个切牛机吉普，这东北都50多岁的女的还抹着鲜红的红嘴唇呢，是吧？东北人又能说会道的，然后东北的女的确实长得好看的多，身材也高挑也白净，所以可能给迷住了吧。所以自古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这个很多英雄啊都是败在了女人手里，是吧？你像吕布啊，貂蝉，是吧？类似的故事太多了。
是不是？所以，当然了，作为您这个朋友，我看那意思啊，这个跟国企几百万也没拿回来，然后跟这个女的还离婚了，儿子可能还不是自己的，然后又被房子也让他给拍卖了，还欠了他好多钱，所以就彻底被这个人给算计了。类似情况其实挺多的，然后我在北京的一个客户，就是那个机械工业出版社的一个单位的人，也是离了婚了，娶了一个年轻的东北的女孩，哎，女人吧，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之后，后来呢，他白天上班，然后那女的说呀，咱们得挣钱。结果呢，晚上又卖烤串儿，啊，这哥们儿身体还不太好，好像心脏还是哪儿有毛病。结果晚上又让他出去摆摊儿，又挣钱。结果没多长时间，这哥们儿犯心脏病就死了，嗝儿了，嗝屁着凉了，是吧？所以就这人呀，当然啊，我这不是地域黑啊，也有很多娶东北媳妇儿的日子过得很好的。这个我们家一个亲属，北京的小伙子就娶的东北媳妇儿，也给生一大儿子，也过得挺好的。啊，对对对对，还有我外甥啊，我外甥就娶的长春的媳妇儿，那个他妈是长春人，这女孩儿她妈是长春的满族人，她爸爸是河北河间县的，就离我们老家很近啊。我们老家不是，我爸是文安往南是任丘，我妈是任丘，再往南就是河间。他爸爸是河北河间的，然后去东北做生意，认识他妈，他妈是长春人啊。都有好的坏的啊，反正你赶上了吧？你想想，你去风月场所，对吧？按摩店大家都知道，对吧？你说有正规的吗？大部分来说沾点色情吧。所以，是吧？您那哥们儿也有他的问题，你娶媳妇儿能上这种地儿娶吗？对吧？你还是找良家妇女啊。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啊！我说的难听点，在按摩店、在歌厅、在洗浴中心那上班的那女孩，你能用清纯来形容她？那您这个朋友的智商，他对这个社会、对很多问题的判断力，也差到一定份上了，对吧？所以他被这女的骗啊，包括他做生意被人坑。他不成功，他这个叫破产，是吧？如果我说咎由自取是有点儿不太厚道，实际上也是有他自己很大的原因的，对吧？我这么说，我相信还是比较客观的啊。当然了，我还是同情他，是吧？我不是不同情他。当然了，对于这个人来说，我想这个人也不年轻了吧，起码40多岁了，也许50来岁了，可能这一辈子也再也没法翻身了，是吧？当然了，这个离婚就是破财，在西班牙也一样。西班牙你要离婚也是男的，还要抚养之前的老婆和孩子。当然也有的人耍赖，把钱转移了，比如说我又找一个女朋友，我把钱户头挂在她那儿，我就不履行抚养的义务，也有这个情况啊。谢谢。